我确认了会议的时间。我确认了会议的时间。我确认了明天的行程。我确认了明天的行程。他确认了所有的答案都是正确的。他确认了所有的答案都是正确的。医生已经确认了病人的病情。医生已经确认了病人的病情。团队会在下周确认项目计划。团队会在下周确认项目计划。